下3点才有课，所以我会现在先来地学楼学习先。其实是来剪片配听歌。真的吗？这个很难吃，这个很难，这个不是白食，感觉。所以我没有品牌装成这个，我就是什么想喝想喝什么。不收药。我也是。学生。天气超级不好，超烦的，这种灰灰的感觉。RIP 这个车，它整个倒下来了。看完表演了，哇，真的是很恐怖，大家都好 spicy， hot and spicy， good。你想来填了问卷报名就可以参加。二队的话，我们是以自动班的形式展开。好多人呀！救命，这边在管乐，然后这边在打那个人，笑死！我们在到处白嫖纪念品 ，ing， 耶！台球社哎，天哪！台球协会了解。哇，生活创意协会。耶，白嫖到了图书馆的明信片。龙舟社，动漫社同学最会穿 cosplay。我的天哪，吉利服。太溜了吧，超可爱的小口琴。逛完百团啦，我们现在要去随便在学校里走走。未名湖这里的花开了，超美的。好看哦，春天的时候就会学校就有很多的花花。我的天哪，这个小弟弟长得太小可太可爱了吧。来取个咖啡。太有钱空出来的地方，装置艺术。大家，我们今天来到了清华，然后有幸邀请到了经管学院的慧慧子来带我们游览，真的很糟糕。他刚带我们进去逛了这个新的经管楼，然后他整个大迷路，不知道他在干嘛。我被这个女人凡尔赛到了，她说清华有很多个图书馆。What？ 我们只有一个。你们只有一个吗？学校真的太大了，我感觉我还没有走他们一半就已经走完一个北大了。打卡二校门。现在我们来到了他们的纪念品店，进去走走看看。我这边学校是模仿你们。
为什么会有人投币在里面？我不理解。为什么有人投币？然后你就放在笔上，你就暗示人家投币。为什么他们的纪念品店会卖 T 恤？争取至少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，牛逼牛逼！这里是他们的大礼堂，然后有一个比较出名的日晷，然后大家就会在这里打卡。素质哎，哇哦！再换哪一个？哇，威明湖。威明湖，我们就只懂威明湖。我们逛完了他们的荷塘月色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学堂路，就是他们平时上课的那一条路。清华有小狗，好拼，比北大好多了。他是硕士？他应该是本科。哎，他可是还有睿智的眼神哎。他是博士生。这里都是他们的学生宿舍。这里是他们的紫荆操场，有点大。C 楼就是我们那些生活东西，就是有那种打印服务啊，邮政服务，还有就是银行啊，我银行也有，ATM 什么都有了，反正就是在这里有，就是很多生活上的东西可以在这里解决就是了。他们有天猫超市，超可爱的。啊。超香的面包，计算机系视窗计划面试。在小窗口读书，感觉超惬意的。集体跑步，超健康。我们现在要去紫荆园吃一点点东西，然后给大家拍一下我们的食堂。就是这个，真的非常大件，超可爱的。他们的食堂全都是紫色的配色。这看起来超次啊！这个应该是这个吧，这个吧，小看呗，瞬间包。10元。这里有东南亚风味的小摊子，我们那里完全没有这种东西。你敢相信他们有专门卖水果捞的小摊子？喂，真的羡慕。这个15元，这个10元，太便宜了。Thank you so much. 现在我们去2层，我在开到 Flash Lion。哇哦，2层的主题变黄色了，超可爱的啦！大条的，你好。3层就是绿色，然后他们的食物都是很健康的食物，像他们的餐具都用紫色，真的是很可爱耶。他们没有那种直达的电梯可以到4层，也没有直达电梯可以回到1层，所以你要1层1层坐在那个电扶梯下去。从食堂出来，他们的人又更多了，很多奇怪的球在天上飞。逛完食堂之后，我们现在要去慧文的留学生宿舍参观，那我们大概就要走了，现在就出发吧。哦，这里全部都是国际生的宿舍，超级多栋的。哇，每一栋都有免费的健身房。有人在里面运动就不能拍了。这里就是他们的宿舍了，有一点。这里比较像是那种
本地生的宿舍，所以就是跟我们的还是有一些些差别这样子。逛完清华啦，这里校园真的很大，就是在这里可以享受很多福利的感觉。对，就今天大概是这样子啦，下期再见。今天是一期清华，有让我们请到我们的。